行一扫啥？那个拜说哎，张他家行一扫，阿咪阿是多吉达，伊伫在一扫乌克兰啥？那么伊在那阿幺个咪，嘛等于是多吉那高奥，那伊在乌克兰有切诺比，还来阿高奥一滴子啥？杜沙巴达伊在古希瓦多阿咪灾难，吉那高奥对哩啥又在？阿诺阿幺个咪啊，又阿幺阿啥比今年的那高奥对念啥？噶都屋吉那原住民有在休阿达的猫啥？阿都嘛不论阿对念诺。缓和团体，在伊都是伊都是亚巴达，你知道个是巴达的咩？伊定哩伊立法院咪记者会馆哩，咪都达话都一八八万五政府那么大，哈是阿妈那个八万，啥滴那个滴能更多，跟那切诺比啊，嘛呢乌里蒙诺阿高瓦沃啥一啥好，啥一八六做更多，跟那嘛呢阿高瓦沃啥，阿妈那个八万啥，噶都乌对啥好啥，嘛呢个咪啥？爱在跟马林阿多多，还被扎扎跟那核能烧灭，噶打了晚上，我们现在都有些有那自然环境，我们大家咪好，在你溜溜溜外啥？啊，伊在话在古曼呢有噶把海阿啥把丁跟我们打，还爱阿达能度过丁跟侬念做啥？噶么意思？我们现在爱跟那搞话下个，那还是很大。那么现在有切诺比汉来搞啊，多少把单依照古希望都阿没灾难，伊阿要你那啥比纪念阿都没阿，我讲搿多的照顾，代表侬原住民阿达的猫，马拉代阿都缓和啊，搿不咪记者会管理，咪多大话都一八八万，啥阿妈那个八万，听那切诺比汉来啊，里蒙诺你滴在爱啥？啊，嘛，还还比这姑娘有核电啥？咪龙在这国内啥？以前都古买呢，有再生能源，我啥个单能多努定机努努努捏着啥？日出到日落都可以用太阳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自主。我们不要核电，我们要的是我们这些川流式的发电厂，还有我们太阳能。还有我们这些再生能源，男女是多风啊，是像澎湖在搞那个风力发电，哦，男女的风力是比它还丰沛，日照力也到达30%，一千年日照也有1000多小时，哦，那这些其实我们希望了哈，有人可以来规划。我做嘛，那么等了再多一年固定给一定年一个人过，我带路过那大同大理啊，你还说爱那爱要干咪？那你那帮路民间团体啥？一直在一年说，一朝都讲的我太阳能，我啥比啥人给啊？那来啥也以同理啊，你还说爱啊？别那了那面啥？嘛那莫啥大路啥阿弥陀佛，都念路一八八外啥？我们还得我核能努力啥？在比改革，都念一八大阿的阿尼阿做，都念个应该努力给。哎，其实啊，在秀林乡阿弥巴扔，都还得我核废料，一直在一尼阿做啥？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享受过台电的电，我们山上的部落还要靠像台南社区大学民间团队，我们多么卑微的需求，只是点个灯而已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我们不奢求，我们只是一个晚上点灯而已。但是哦，竟然那个核大便又要最高阶的，又要到我们秀林乡，要听说就要放到我们那个地方，这是什么政府？混蛋政府！有了这个绿能之后，能够改变，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土地的关系，人跟基本上的这种，人权应该有的一种价值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这个地方，哦，是用绿能的，哦，是用绿能的。黑尼沙吉卡瓦斯。我们现在有呢，把多少把的阿鲁玛啊顶落上，把人很多嘛呢有太阳能啊啥比啥电器呢，你说啥？嘛呢，因为啥有达等啊，爱有呢啥把的啊，呢把多啊鲁玛啥，在爱对少家多家，我们现在有啦，人家话呢，你说爱啥？
这个买点大大米，就是看你阿米汉代都买点有可能，阿你比啥邻居？比如我去年有政府啥，我把苏卡深度去年弄来来阿拉拉弄爸爸来纪念啥，嗯，还爱我娘说爱阿米自阿米自治啥。哦，你米自主都拿做了，阿米做做做再生绿能源，其中一个米啥干么外？